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 NEO 磁力兽，也叫 NEO 磁力兽。NEO 磁力兽的话，它主要是在磁力兽的一个基础上做一个生物实验。然后我们这边球体的话，它就是在射频发热的。它射频发热的话，主要是促进我们的脂肪加快的一个溶解脂肪，然后再通过磁力兽的话去做一个就是减脂做增肌。两个功能结合起来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那下面的话，我们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 NEO 的一个手柄的安装，以及我们界面的一个详细讲解。我们收到货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是有配四把手柄，也就是两对手柄，还有两套绑带。绑带的话有一套大的，一套小的。大的绑带的话是配这个大手柄，小的绑带是配这个小手柄的。我们小手柄这里的话，绑带是从这里穿过去的，然后大手柄的话直接就是这样子绑的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来讲解一下我们NEO 磁力兽的一个手柄安装。我们收到货之后呢，首先要先安装配件架。配件架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两个螺丝把它固定上，然后上面的话这里也有螺丝，这里也有，这两边都有螺丝把它固定上。我们配件架装好之后，我们把手柄挂上去，上面这两侧的话是挂小手柄。好，我们手柄挂上去之后，我们来开始安装手柄。然后我们手柄安装的话，这上面这两个是插小手柄，这两个是插大手柄。我们根据你刚刚放上去的手柄把它插上去。我们小手柄的话是这个头朝向上面，朝上面，然后插上去。它有顶针的啊，这里有顶针，顶针插上去，摇一摇，然后它嵌进去之后，我们把这个拉下来锁上去，上下都要锁。啊，这样卡住，它就是已经上锁了。然后我们再把另外一边也插上去，两个小手柄的那个管都是朝上的啊。插的时候我们摇一摇，然后完全嵌进去之后，再把锁拉上去。这个小手柄安装好。